家好，我小小。下个月要回去了，下个月10多号，马上要过年了啊。所以说今天小小要去干一件大事，也不是大事，就去把那个衣服拿来干洗了，冬装衣服去年子买的，干洗了好穿。哎，想到要回去过年了，好开心哦。哎呀。哇，哎，头好晕啊，感觉这两天气降温了，你不得不去把衣服干洗了噻。那我现在又去吃点吃点早饭，等一下就出去了，天气是不好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吃早餐了，出去吃点东西，反正都要过年了哈，马上就2022年了，对自己好点哈，开个小灶给自己，把头发拿来梳起。哎呀，我这今年子我简直是秃了一年，我自己都对我自己很无语了，晓不晓得。所以说我这几天趁这个机会，我要好好去改变一下自己，我去买好衣服，买新衣服，然后去把头发弄一下，然后每天化个妆，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回来。好，我去拿衣服走了，顺便带你们看一下我的新窝，哈哈，电脑那些。把这个衣服找出来了，这件衣服哈，我是穿了几次，然后一直没有洗的，所以说这儿不是要跨年了吗？还有几天，把它拿出来洗了。下个月我们就要回家了，就要过年了噻，把这个衣服洗了好穿起了噻，是不是？不要一直要箱底了。因为我这个衣服，我觉得质量还是都好的，所以说我舍不得用水洗，用水洗我觉得太浪费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多穿几年不行啊。然后把这件衣服穿下，看哈效果。看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味道，我来试一下。因为我2021年的时候哈，我是短发，然后这儿不是快跨年了吗？我又变成长发了，所以说穿这个衣服，它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了噻。我发现我今年秃到极致了，我现在我真的好讨厌我自己，太丑了。我一定要好好打扮了，以后我好好打扮不得行。不然也浪费了我这个青春年华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到时候再化个妆。这身衣服我觉得好看哈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无所谓，我要把它拿去干洗了。出发，去电子去。那个衣服已经洗了，然后花了我60块钱，太贵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的丑，丑得掉牙的那种感觉，我自己都看到好恼火啊。现在我第一时间就是去洗头发，把头发拿来洗了，过几天之后再去做个发型，实在是忍不了了这个发型。我已经丑了一年了。我等一下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去洗头。哎呀，丑得掉牙，好了好了，今天视频这儿了。拜拜，拜拜。